之後喎，咁啊，另外一個咧，其實我諗香港人都會有啲機會聽得到比較多嘅，就叫做黎雅芳啦。咁因為呢一段時間啦，其實咧就因為咧我就比較有機會接觸香港攝影師同埋佢哋嘅工會啦，咁樣。咁嗰日就咁啱傾開偈啦，同佢哋啲board member 咁講緊，因為佢哋想追讀翻啦，咁香港嘅商業攝影，即係最初期發起啊嘅歷史喺邊一度啦？佢哋就攞咗黎雅芳呢個名字出嚟，咁我就係我呢個人物出嚟，咁我就聽過一下佢哋講過啦。咁但係到今次我哋上到去睇個展覽咧，咦，原來我見到嘅嘢又同佢哋所講嗰、那個解讀又好似好唔係一樣咁樣喎。咁其實係點樣嘅咧？其實黎雅芳呢個人物都今日嚟講都比較神秘，我哋好想揾多啲佢依方面嘅資料。係其實都唔容易，因為其實當時嚟講呢啲即係史記資料就唔多嘅，咁就我哋只能夠從一啲側邊嘅旁邊嘅蛛絲馬跡、一啲社會嘅檔案、政府嘅檔案入邊咧，揾到黎雅芳呢個人物嘅一啲點點滴滴。咁其實黎雅芳咧係一個比較早期咧係接觸通過西方人、通過歐洲攝影師佢去學習呢個攝影技術嘅一個香港或者廣東攝影師啦，即係跟師傅咁樣啦，就跟外國人攝影師咁樣。係，佢又幾聰明嘅，佢又應該係識一啲英文啊咁樣咁就通過做助手，咁就去學到唔少嘅攝影技術。其實嗰時嘅攝影技術係非常之繁複、非常複雜啊，有好多即係化學嘅應用啊，同埋就算你去買呢啲化學用品，你都要去外國訂噶嘛，係嘛？唔係話你可以自己做出來都危險噶嘛，又唔穩定啦。係啊，火棉膠係好危險嘅。其實早期嘅濕板甚至要用到山埃嚟有揮發性啦，咁樣相當危險嘅，好小心啊！咁佢好聰明嘅一個黎雅芳呢個人物，咁佢甚至咧喺50年代尾咧已經開始喺香港咧就開咗個影樓噶啦。咁嗱，其實咧咁嗰陣時香港嘅影樓咧都成行成市噶啦，開始喺中環一帶咧，主要係外來嘅歐洲嚟嘅或者西方嚟嘅攝影師咧，佢哋喺香港就開檔做生意啦，影下啲人物啊咁樣樣。幫當地當時的一些西方人影家庭照咁樣，都做翻鬼佬生意。
當然啦，咁有啲人佢哋即係遠道嚟到即係亞洲啊、遠東咁中國呢個地方，咁佢寄翻張相翻去俾家人睇下，都好正常，咁樣樣嚇。係咯，咁係一個好重要嘅。同埋好似頭先所講，你話 John Thompson 咁樣，又係可以影完相賣翻過去自己國家，又係一個生意嘅途徑咁樣。呢個亦都係啦。係咯，咁就另一方佢早期咧就跟一啲外國嘅攝影師做學徒啦，咁但係佢好聰明啦，佢英文都應該 OK。可以就係做到好多溝通啊，同埋寫公文啊、英文公文啊，方方面面都可以。咁同埋咧，你要知道咧，當時做呢個攝影嗰方面咧，係所有嘅材料啊、原材料都從西方要寄過嚟啊，你要同外國訂啊，咁樣樣都係非常複雜。咁直至到1859年，佢就開始一間叫做華方影像、華方照相館、華方照相館。係華方照相館咧，就1859年咧，直至到好似係1940年咧先結束嘅。嗯，咁中間當然經歷過即係一代又一代嘅人啦。係啊，咁就李一方佢係一個好聰明嘅人，佢除咗拍一啲人像之外，佢接一啲所謂廣告嘅作品生意去做啦。咁亦都好似John Thompson 咁樣啊，遊走於中國，即係唔同嘅地方啊，由呢個廣東啊到呢個福建啊，咁樣去拍攝一啲即係風土人情啊，一啲景觀照啊咁樣樣，將啲作品咧就成輯咁樣賣去俾歐洲嘅。係，咁呢個亦都係一個當時攝影師嘅一個生存嘅方法、賺錢嘅途徑啦嚇。佢個仔咧黎月珍。黎月珍咧就有冇承接佢爸爸嘅呢個祖業產業啦嚇？咁應該係有嘅，但係黎月珍呢個人咧就更加特別咧，佢係一個香港宗教界嘅領袖嚟嘅。嗯，佢係特別喺佛教密宗嗰方面咧就投放咗好多個人嘅研究啊咁樣。咁就而最後接手。黎月珍好似係比較早就過世，好似30年代啊，即係1930幾年就過世啦。咁就由佢嘅太太咧，就即係話係黎亞芳嘅媳婦咧，接手咁啊，撐起呢個華方攝影照相館，咁直至到咧，即係日本仔打香港之前，就要結束。即係都經歷過兩代人嘅咯喎，即係喺日治之前都已經係。咁就黎亞芳，佢係一個好有心思嘅拍攝嘅一個攝影師。佢可以講啦，就甚至John Thompson 去到翻到去英國，咁就亦都喺英國皇家攝影學會入邊咧大讚呢個黎亞芳嘅攝影技術啊，同埋即係藝術嘅情操嘅啦。唔記得上次我哋仲睇睇下嘅時候，我同阿 Colin 啊，佢哋喺度講緊有啲相直情係，咦點解啲 pose 好似爭少少嘅？直情你知唔知你話淨係蒙太奇嚟嘅添喎，即係早期嘅執相技術 key 相咁樣。佢 key 即係可以講啦，佢將部分嘅圖片咧重疊印。跌影上去啦，咁當時嗰時候冇，當然冇 Photoshop， 亦都冇咩嘢嘅特別嘅技巧，咁佢只係喺暗房功夫入邊咧去處理到啊，即係將兩張 slide 重疊之後再曬多一張相出嚟。係啦，咁呢個就係黎亞芳嘅一啲簡單嘅歷史。咁當然我哋今日仍然可以再揾多啲佢嘅個人資料，好似喺中國喺政府，佢好叻嘅佢。他當時能夠將一些政府的香港政府的嗰啲 job 都接咗嚟做嘅，即係淨係俾佢做嘅譬如拍攝人像啊，一啲攝影工程咧，佢可能接咗嚟做嘅。咁所以佢都幾順勁嘅，即係大規模即係生意人嚟嘅咯。OK 啊，佢甚至後期做埋房地產生意添嘅。係咯，喺中環個地方發個財嘅嚇，勁錯嘅嚇。唔知佢哋而家啲後人啊？咁就唔知啦，而家好難揾到啦，即係有問一點一啲點點滴滴，但係我哋冇辦法證實嚇。係咯，係啦，係啦。